偶像会有 Gary 的专辑啊？有啊。我让你问一道 Gary 的问题，问一道问题。没有口啊。可是制作单位不让我上，你不要跟制作单位讲。没有，他今天必须要休息，晚上才有会更好的表演，所以呢。但是我今晚上会唱一首歌，然后我希望有一个自杀在跟我一起叫的，那我先唱，然后该给你们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先练习，晚上期待。所以大家要准时出现。